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唐玄宗李隆基有了王据，等人吧，作为他的心腹谋士，他的心理上呢，等于就觉得有了依靠了。但是呢，毕竟是父皇，哎，还是太上皇啊，太平公主的政治势力，他姑妈就非常强大，所以说李隆基做事啊，一直是瞻前顾后。反观他姑妈太平公主那边，却真是一直没闲着。他就和什么窦怀珍啊、常元凯这些文臣武将日夜谋划，准备呢行废立之事。同时呢，他又说服了他的哥哥啊睿宗皇帝，准备以巡边为名，就把这唐玄宗啊外派出京城。一旦李旦、唐睿宗这个诏命发出去呢，等于就是发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太上皇心目当中的皇帝人选啊，可能要变化。换句话说，李隆基这儿前脚可能离开长安，后脚有可能他爹就要在城内换新皇帝了。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就对于李隆基还有对于太平公主啊，就都产生强烈的影响。李隆基什么反应呢？他当时绝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谁不急啊？太平公主呢？太平公主在这是特别开心。你想一想，自从这立李隆基当太子，他就一直在那儿跟这个他的侄子斗，斗的也是心力交瘁。现在呢，哎，好不容易天遂人愿，这李隆基的大侄子终于要倒霉了，所以他挺开心的。但不管这姑侄两个高兴还是不高兴，反正呢都是心怀忐忑吧，就等着这个太上皇李旦宣布，哎，皇帝就他的儿子李隆基巡边那个具体日期。两个人呢都想看一看自己的命运在哪一天会揭晓。但出乎这二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到先天二年的一月份，太上皇李旦又发布一个诏命，就是皇帝巡边改期了。就是他这么一犹豫，对于他儿子李隆基还有他妹妹啊，这太平公主这两个当事人，等于就是人生啊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李隆基呢，这现在是皇帝嘛，固然松了一口气啊，事情有转机了。他姑妈太平公主呢苦恼了啊，心想，你看我这哥哥这太上皇就这一辈子就没一个准主意，现在他怎么想啊，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反正是让我空欢喜一场。时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内外传闻啊到处是，说什么都有。远在东都洛阳的左丞张悦，这个人呢是玄宗的一个要好的心腹，就派人送给他一把佩刀。什么意思呢？赶紧下决心。荆州长史崔日用在这也力劝，太平公主谋逆日甚，陛下昔日在东宫尤为臣子，当日你若想诛除逆党，你还真要思前想后，花大气力。现在陛下你已经是皇帝了，诏书一下谁敢不从，万一奸人得志，悔之无及。李隆基那深觉有理，但总觉得投鼠忌器。诚如爱卿所言，但是呢，我怕有所行动会惊动太上皇。天子之孝在于安定四海，一旦奸人得志，社稷宗庙不存，安得为孝？请先定禁军，后收逆党，则不会惊动太上皇。王据啊，什么这些人都劝他，而且世事大急，不可不速发，赶紧。再如果你再犹豫，再那什么，有可能跟太平公主得了先手。于是呢，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就任命崔日用为吏部侍郎，就开始加紧准备工作。公元713年阴历7月初1，大臣魏之谷就上告太平公主要在7月4日作乱，准备呢派禁军首领常元凯、李慈率兵入武德殿，窦怀珍等人呢就将在南衙起兵响应。事已至此，不得不发呀。唐玄宗就和他兄弟齐王李范、薛王李晔、吏部尚书什么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直侍高力士等人定计了，决定起兵诛杀太平公主这个党徒。阴历7月甲子早晨，玄宗李隆基就派王毛仲取一马300匹，兵士300人。我们想一想，先前这个杀这个韦皇后的时候，就这个高丽出身的王毛仲还跑了，这次他没跑，从武德殿入乾化门，宣召禁卫军的首领常元凯和李慈。这两个人呢还不知道有变，皇帝有诏啊，肯定得觐见啊。两人刚入殿门，
哗啦一下刀剑相加，禁卫军就把这两位羽林军的大将，哎，当时杀在当地，脑袋搬家了。萧志忠、岑曦呢，那几个太平公主的党羽呢，当时正在朝堂上等着上朝，这个禁卫军兵士上前，二话不说就把几个人摁在当地，立刻斩首。可惜这萧志忠啊，我们先前讲的可能大伙儿都能记住这个人，九世卿族之家，当年还曾经为这个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呢，在那个唐中宗李璟面前说好话。你看，如今他站错队了，说死是在所难免的。这个太平公主另外一个党羽窦怀珍呢，就逃到御沟之中，哎，得知外头又是喧哗又是叫唤，知道完了，绝望之余呢，知道求活也没有希望了，他就自己蹲在这个御沟当中啊，用裤带啊，自己自缢而死，自己吊死在那儿。李隆基呢，就带着兵从北到南一路杀过来了，期间呢，还有人就哭着喊着去给他太上皇李旦他爹报信儿。李旦当时心里确实苦，你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想的，但他现在后悔也没用了。你想，李隆基是从北往南杀，他只能往南跑，他不确实不能迎着跑啊，所以李旦就赶紧啊，往那承天门跑。承天门是当时皇宫南边的一个正门，那个地方很坚固，确实如果有兵你可以抵挡一阵子。跌跌撞撞的往承天门跑，跑的过程当中忽然出来一个人，把这个太上皇李旦给拦住了，说太上皇，我来保护你。李旦一看，谁啊？兵部尚书郭元振。李旦这个时候心里还挺感动，你看我这个是慌慌张张的，还有人主动来保护我，这大臣啊，就确实是忠臣。于是拉着这个郭元振的手，两个人一块跑，连滚带爬吧，跑上了承天门的门楼。跑上之后就把门关了，我就打算在这一块阻挡一下这个李隆基手下那些人。这时候李隆基带着他的兵啊，等于就是已经包围在这个承天门这个门楼之下。李旦这边呢，站在高处，确实是居高临下，但毕竟身边人少啊。你说就有一个什么郭元振，虽然是兵部尚书，他没兵啊，就有几个侍从啊，几个宦者。但李隆基呢，底下好几百人呢，所以这个太上皇李旦呢，就觉得抵抗也抵抗不了多久，当时就泪如雨下，拉着郭元振的手说：“哎，爱卿啊，今天啊，恐怕你和我啊一块儿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郭元振忽然脸色一变，说什么呢？皇帝是奉您的命令，他皇帝就指着李隆基啊，太上皇的儿子，皇帝是奉您的命令来诛杀逆臣窦元贞等人的，所以说呢，您千万不要害怕。李旦听了这话又愣了，愣了一下之后呢，又放心了，又灰心了。放心什么呢？他本来以为自己儿子李隆基是来要自己命的，看来呢，你看他现在是奉自己的命令怎么怎么样，显然不是要我命，而且呢，我这面旗子他现在还有用。但为什么又觉得比较灰心呢？这个太上皇李旦，你看他本来以为路上碰到这郭元振是个保护自己的忠臣，一心一意保卫自己，现在看来这郭元振本身就是儿子李隆基他的一个党徒，你看人家到身边控制自己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在楼上也没用啊，身边都是这个李隆基儿子的人了，所以说抵抗根本就没用，所以说呢，就干脆就让李隆基啊，你把门打开吧，你叫他上城楼吧。父子俩一相见，这个太上皇李旦还挺聪明，马上还语重心长啊，三郎啊，以后的国事你就看着办吧，想怎么样怎么样。第二天呢，又以他的名义正式发布了一道太上皇的这个命令，说自今军国正行，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肃心。以后一切我们唐帝国军国大事都听皇帝的，我这是太上皇彻底退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李旦就正式宣布彻底放权。由此可见，李隆基的政变计划针对性特别强，首先把太平公主手下那种有权的有兵权的文武大臣都控制了，然后软禁了太上皇李旦，这一下就把整个大事给控制住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就顿时瓦解。那么这个政变基本结束之后，李隆基是怎么处理他姑姑太平公主呢？说起来大伙儿可能不相信，李隆基根本就没有特别的啊去管去派兵什么把太平公主先抓起来，
就在李隆基率领人马在宫里的杀那些大臣的时候，太平公主听到风声，嗷的一声，她跑了。你想，她跑哪儿去了呢？可能我们观众听到这里挺好奇的，说你看李隆基他最大的敌人不就是他的姑妈吗？太平公主吗？这个时候他没派人去控制太平公主，反倒让逃跑了呢？其实我们想一想，现在太平公主这个人跑还是不跑，在哪儿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公主之所以权力强盛、咄咄逼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上有太上皇李旦的支持，她哥哥，下有那些她这么多年追随她的文武大臣的帮助。现在呢，李旦已经被李隆基控制住了，彻底退休了，文武大臣呢，死的死，伤的伤，就是从前忠于他的那些。所以太平公主现在完全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唐睿宗把这个真正的实权交给他儿子这个唐玄宗皇帝李隆基之后呢，下场还算不错啊，特别那个舒服的吧，活了三年。他在开元四年夏天的崩逝了，时年55。岁数呢，和他先前暴崩的哥哥呢，宗宗唐中宗李显死的时候的岁数一样大，但是他哥唐中宗呢是被韦后啊这个毒死的，这个唐睿宗呢绝对是善终。我们再说太平公主啊，太平公主听说这事情发生之后，她逃到哪儿去了？逃到南山寺庙，发昏当不了死啊。三天之后，她就被军士逮捕了，赐死于家。那她有三个儿子呢，当时不被封为王爷嘛，都被杀了。只有小儿子薛从简没被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儿子先前数次谏劝他，你不要乱这个皇帝的政，你不要参与人家父子这个事儿。他当时太平公主把这薛从简打了一大顿，用鞭子抽了一顿。所以说呢，这个李隆基呢，你想他跟这个薛从简都是实在亲戚啊，所以啊就是特免其死。因为什么？太平公主犯的罪是谋逆的罪，他儿子应该都被处决的。而且呢，赐姓这个薛从简姓李了，原先的官爵还是一模一样。这个人，你想，他当初的薛从简和这个李隆基，诛杀这个韦皇后，他立了不少功，所以说呢，他站队一直是站的是正确的一面。等没收他姑姑太平公主财产的时候，李隆基就发现和这位老姑家里财货山积，珍物珍宝比那御府皇家的还多，至于那些田园西钱啊，什么，他名下那些牛羊马那些东西，收支数年不尽，多了去了。你想，金堆玉砌长出来的李隆基也没见过的什么家产证账，全带在他姑姑家，这说明什么呢？确实是有时候啊。贫穷限制人的想象力，富贵呢也能限制人的想象力。太平公主呢，她虽然有政治抱负，有政治能力，但是她身份挺尴尬，公主的身份就限制了她的发展，让她从一开始呢就处在比较不利的位置上，就很难走向真正的权力巅峰。那么对于李唐王朝这个政治史上以失败告终的太平公主，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呢？首先我们要肯定太平公主啊，她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绝对是立过大功。你看，从她的一生这个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武则天晚期，因为有二张的出现，那俩小鲜肉出现，政局不明朗。这时候呢，太平公主就参与了神龙政变，确保了武周政权向李唐政权的回归。后来呢，你看到她哥哥中宗李显的时候，中宗暴轰了嘛，被她这个皇后的韦氏给毒死了嘛。太平公主又亲自参与策划领导了唐隆政变，就把这韦皇后那一党那一族都消灭了，再次确保了皇位啊是在他们李家人之间的传递。可以说，如果没有他这两次出手啊，就没有李唐近300年的江山。所以说，太平公主对于李唐王朝的延续绝对是立过大功。那么第二个怎么定位这个太平公主呢？第二就是说，她这个人绝对是个非常有政治才华的人。你看，他非常有用人的能力，他在用人方面的眼光啊，比他那两个皇帝哥哥唐中宗和唐睿宗啊高了去了，绝对跟他母亲武则天有了一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你想，因为从前太平公主在武则天时代开始延续下，她一直特有钱，因此她经常是疏财养士，把钱珍宝都给那些大臣们，好多些大臣读书人都受过她的恩惠，所以说呢，许多人感激她，也愿意追随她，这人大方啊。
把姑姑太平公主势力政治势力清除之后呢，唐玄宗李隆基呢就封王巨为户部尚书，王茂仲呢为辅国大将军，张悦为检校中书令，刘幽琼呢为尚书左仆射，郭元振呢兼御史大夫，而且赐死那个逆党，比如那崔实跟这个通奸，跟那个通奸那老美男子，把他给赐死了。同时呢，还派他自己的这个宦官啊，这个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我们要知道，在唐太宗时代，这些宦官内侍啊，连三品官都没有啊，只是守个门啊，传递个命令。到武则天时代呢，宦官呢也没有专权。唐中宗开始宠信宦官，七品以上的宦官那阵就有1000多人。但是真正官职比较高的人还少。到唐玄宗开始，由于高力士等人有定策大功啊，宦官开始得势，就增加到3000多人。那么这些宦者们，除三品的官的，有将军名号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穿绯衣的、穿紫衣的人，当时就有1000多人。因此，唐代宦官之盛从唐玄宗开始。保卫坐稳之后呢，开元元年11月，唐玄宗在骊山之下讲武，征兵20万。旌旗连绵50余里，呵，大唐天子万圣之尊，李隆基呢，终于找到一种盛世的感觉。这年年底呢，满朝文武就上表，请上尊号，为什么呢？开元神武皇帝。唐朝皇帝活的时候加尊号，并正式形成这种所谓的制度了，实际上就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因为这个唐玄宗奶奶的武则天虽然特别喜欢加尊号，但是他加的那些尊号啊，基本上是那种不伦不类的比较吉祥的名目，老太太们就喜欢吉祥话。那么到了天宝13年，就公元754年，玄宗的皇帝经过4次加这尊号，那个时候他的尊号已经变成什么？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正道皇帝。你看，如果他真是自报姓名，开始这个上来一段这个自报名号，就跟说唱似的。那么唐朝之前呢，实际上只有汉哀帝和北周的宣帝宇文赟，前者称为什么陈胜刘太平皇帝，后者称天元皇帝。不仅是当时，包括后来都被视为昏君啊，标新立异的这种举动。唐玄宗呢，开始皇帝自家尊号，实际上呢是传习草原民族的可汗号。因为当年唐太宗时代就已经接受各方的这所谓的夷狄吧，上贡的天可汗那种这尊号。唐玄宗开皇帝加尊号之源，所以说真正的加尊号，皇帝加尊号，唐玄宗绝对是 No.1。而后呢，各朝各代君王生前死后啊，都是滥加尊号，一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这老头还算心里明白，当时就对他手下大臣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乃历代相传陋习，其实何尊之有？我们从刚才唐玄宗统治初期这件小事儿就可以窥见呢，这位帝王开始妄自尊大啊，确实是夸诞务虚，他有这种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啊，冥冥之中似乎从一个侧面呢也注定日后这位唐朝的这个皇帝啊，也要亲自品尝一下他自己种下的恶果。无论如何吧，唐玄宗开天盛世，开元和天宝前期啊，所以称为开天盛世，是唐朝最繁荣最昌盛的这个年代。政治方面呢，有什么姚崇、宋璟、张家珍、张悦、张九龄啊，一系列的名臣宰相，你光看这些名字就可以知道唐玄宗前期政治的清明度。经济方面呢，海内富食，实力强盛，唐朝人口在天宝末年达5000多万，和那隋朝最盛的时候持平了，而且比唐初增长了近20倍。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呢，使得大量被开垦的土地呢，也都成为良田了。无数的水利、农田啊，这些基本建设大工程遍布全国。科学技术、商业、手工业发展飞速，那绝对是，绝对让人觉得，这太厉害了。至于什么文学、艺术、绘画等方面，那绝对是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那么唐玄宗真正掌权的方式呢，我们回想一下，就是类似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只是没有那么惊心动魄啊，亲手杀他的大哥呀，看他弟弟脑袋被切下来这种场面，但是逼宫啊，这个逼他父亲啊什么的让位给自己啊，也跟那个李世民差不多。由此呢，唐玄宗皇帝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了。我们下面呢就要仔细讲一讲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他的开天盛世一系列的作为，还有期间呢所有的人事物事，还包括经济政治方面所有的一些变化，详细的我们从下一集开始讲起。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